圾。然后真的是没分类，这是 bug。分类，嗯，这世界上都是这种人啊，我们应该学良好的精神，把这种人丢去警察局枪毙。干你老子！好夸张！我有几个人都要出来。林珊珊，你掉进去，知道？有人在乱丢垃圾，没乱丢，那把又丢了。对啊，我你弄我干嘛、啊？那突然间已经卖五套了。你应该说有个热心的先生在帮忙整理的。拜拜。这样。然后真的是哦，没分类，这是 bug。没分类，嗯，这世界上都是这种人啊，我们应该学良好的精神，把这种人丢去警察局枪毙。看起来是没有，但是那个是什么？这个美而美的那个，美而美那个，这个，对对对，那个吗？直接回收。那我回去了。你不要一直擦，不然要怎么？这个算吧。摄影师，那个那边看，不要乱丢啊！我搞什么东西啊？没公德心。这个算吗？这个没喝完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好好。啊，好好好。反正你灌成是，然后把银子输进去，再把那个心哎、欸。哦，也对。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啊 ！Oh my god！一直吹，你喝一年的咖啡，大家乱看你们，然后什么超丢脸，真的。干你老子！没有喝完，靠！从那边拿，慢慢的过来。废物，废物！不要，我们在搞游戏。没有，你不要，陈文灿还在玩，你在打机。嗯。快点，小点。快点，DF 十一懂。看起来是没有啦，但是这个是算吗？这个美而美的那个，美而美那个，这个，对对对，需要吗？资源回收？那我回去了。你不要一直擦，不然要怎么？这个算吧。摄影师，那个那边看，不要乱丢啊！我搞什么东西啊？没公德心。这个算吗？这个没喝完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好好，好恶心啊！反正你灌成是，然后把影片输进去，再把那个音乐底，把那个声音丢就好了。哦，也对。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啊 ！Oh my god！ 哦，爆炸！太棒了！好厉害！哈哈哈哈哈！一定要这么准吗？怎么了？手机没掉下去，好险没掉。怎么了？刚刚怎么了？刚刚他太久了，然后打掉铃铛。哎、欸，那个哥，那可以夹进来吗？真的有点恶心哎。快点啦！不行，要 DFC， 这怎么样？一直吹。你喝一年的咖啡。大家乱看你们，然后什么？超丢脸！这是我们的 DFC 活动，我们觉得成就感很大。原来我们体内都蕴藏着许多超能力。所以以后遇到事情一定要努力的说 Yes, I can.